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的时候 FIFA 25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啊，先跟大家讲一下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呢也请多多指教。好的，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边兑换商店已经推出了新的服装啊，大家记得兑换，就是纪元守望者的女生组合包。好，这套呢我在努力的解完任务后呢，终于已经先拿到了，然后大家也记得去领。然后还有我们的1月1号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领这个雪怪毛毛啊，登录的话可以直接领，然后它好像只有一天的时间吧，所以如果你没登录应该就没有了，1月1号才有。它这个技能就是减少爆破的伤害啊，然后大致上来讲我之前有测过了，所以说你们到时候要看测试的话可以看我体验服测试的结果。今天要玩星际图阿尔派，那我们就来配对一下吧。好的，期待已久的阿尔派地图啊，新地图来了，我不知道大家玩过了没有。地图看起来好像跟百慕达差不多大吧。我现在是架着雪橇啊，然后旁边飞机是蓝色的。这地图很大感觉，我觉得我可以先开车绕一下吧。我先确认一下这个区块到底长怎么样。看到敌人了。哇，难得的人数，存活人数49个人欸，超难得了。已经很久没看到49了，希望这张地图大家可以一直玩啊。前面好像是那个雪地，之前我分享过这张地图了。快来跑车了，没有人，你先跳这边，我们先抢跑车，然后呢拿一点武器，以后我们来绕圈圈看一下这个地图长怎么样。先捡点装备好，这边有个物资箱，算了，我们直接先开跑车。 Go go go。 为什么没有声音？跑车没声音欸，开车竟然没有声音欸。是我的游戏坏掉还是？好奇怪哦。我们先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撞击的声音，可是没有那个车子的声音。这是 bug 吗？我们先找个武器好了，这边应该有武器。哇，这边好漂亮哦，这是个雪地的，很像是那个樱花村那个画面，就是百慕达 2.0。 看到什么枪？AUG， 现在有声音是正常的，刚刚开车没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 bug， 因为毕竟这个是刚推出来新地图啊。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哦，三级房，物资看起来不错，还有冲锋枪 V 冲。这边就没有跳人，这边那么漂亮。哇，还有这个小桥欸，我不小心装到一个空投信标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装空投信标，之前不知道玩什么模式。这边才放麦机，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区块叫什么名字啊。总之来讲，这边日式建筑啊。哇，画面有三景，我们拿这个好了 ，make 十，我买一下背包 ，OK。等下带大家去稍微绕一下这个岛，看这个岛长怎么样。其实我也没玩过这张地图的那个实际交战啊。这张地图希望未来可能就长期开，不知道能撑多久，因为以台服玩家的人数来讲，有可能之后或许又关掉啊，很担心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推广出去啊，让 Free Fire 呢更多玩家在玩。好，差不多捡完装备了，我们直接开车去带大家兜风一下吧。啊，收圈出来了，快点！车子真的坏掉了，真的坏掉了，没车身欸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欸，如果你们玩这个版本有什么 bug，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，让我知道。或许官方会看这支影片下面的留言，所以大家，哦呦，差点卡住。哇，我可能要再拿个香菇啊。这张地图还蛮好开的啦，还算蛮好开的。只是场景不习惯，是哪边有什么东西不太确定。就是我们先绕着这个毒圈这边开，我看能不能开到每个区域啊。没有车子真的好奇怪哦，这个 bug 有点少遇到，很少遇到
车身不见了，他车身是直接完全不见了，然后可是撞击的声音是还在的。这个区块感觉上还蛮像百慕达的哦，这颜色也长得像百慕达，就是后面场景多一些雪山哦。三一菇先吃掉，有贩卖机耶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换一个 MP5。这手是怪怪啊，镰刀的手怪怪的，可能坏掉了。啊，没有钱了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拿镰刀的手好像更怪怪的，反正好像也是故障。哇，收好快哦，根本来不及啊。感觉上这个阿尔派好像会有一些 bug 存在，完全没车身，这车子真的坏掉了，整台车身是声音是不见的。我们先看有没有绕一圈，我们要缩圈了，不过 EP 值应该够吧，看有没有绕一圈啊。我还蛮怀念以前没有凝胶护盾的时候呢，可以到处开车撞人啊，现在有凝胶护盾撞人真的是蛮困难的。欸，现在玩家也变聪明了。欸，有人有人有人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搜一下。你知道这样很快，出来玩了兄弟，有卡键，哇塞，收掉收掉，有卡键，你现在技能乱装啊，先吃一下补包，哇，谢谢他的装备，他装备还不错哎，四级仿哎，哎，有人有人，哇塞，蛋姐蛋姐，哎，不要打我车不要打我车，我先走先走，我怕车子爆掉。车身坏掉，好奇怪哦！哇，这车子坏掉就不知道去哪里找。哎，那我不知道我现在开车敌人听不听到车身，哎，还是我可以回去撞吗？哎，又有台跑车，再来台跑车，换一台换一台换一台，我去撞他去撞他。他如果听不到车身的话，那我们是可以玩铁车流啊。玩家如果听不到车身的话，这样就有趣哦。他会捡尸体吗？啊，看到他，可惜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哇哇哇哇，来打我车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打不到，欸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听得到车声吧？难道是我坏掉吗？如果听不到车声，我这样就可以开车暗杀流欸。好，我赶快看有没有绕一圈啊。哇哦，风光明媚啊！这张地图真的是还不错啦，长得很漂亮。只是我说真的，还是我觉得有点像百慕达加天堂岛欸，百慕达加天堂岛的合体啊。只是稍微觉得场景。东西多有点多吧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凌乱。我要收圈了，我这应该可以绕边边过去。一个甩尾，好的，好进来就好了。哇塞，哇这边有矮墙啊，可惜这个车子不能把这个墙壁撞坏。哇哇哇，这样也可以卡。喂，这边有一个矮墙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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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不了，卡住了，尴尬，卡住了，烦呢、欸，没就没车了啦。我再找一台车，我想要先把这张地图先开一遍，然后先了解它长怎么样，以后再研究打法。基本上现在玩家应该遇到敌人就是先打，然后架凝胶，然后近距离交战，就是现在的流程啊。它场景有些感觉上墙壁这些有重新制作，以前没看过哦。不过我觉得颜色色调好吧。结合天堂岛跟卡拉海里跟百慕达融合起来的一张地图啊，很像那种 feel 有没有？好，这边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到过啊。我现在其实就是想要找台车绕一下点，给大家看它的地图长怎么样。这张地图相信大家应该狂玩吧？他空投了，先捡一下空投，看有没有好一点的装备。我刚刚随便捡一下就开始开车了，他这个手是真的怪怪的，拿镰刀这个手就坏掉了，这也是个 bug 吧？我们现在是大家来找茬，欢迎大家留言，你们玩这个版本有没有什么 bug 啊？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。感觉上他这个地图有些 bug 存在。哎，有新的东西哎，全身装甲是什么？全身装甲要怎么装？哎，哇哩，有人偷打我。这边还有人哦，哇塞，我都到边边角角来捡东西了，他露出半个身体是这样，兄弟出来啊，兄弟，你不跑毒是不是？他不出来，
欸，可惜没抬到，马上缩回去了，跑足了齁。哇，怎么真的有引起啊，还没死，对对，收掉了。哇塞，哎，为什么血那么多啊，这装阿洛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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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法蜡流超多，法蜡凝胶也很多。好，感谢你的物资啊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有看到敌人了，前面一个敌人。哇，怎么大家都在安全，都在收圈区啊？我只是想要几个空投被偷袭。两个人欸，有两个敌人欸，他们躲在一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绕一下点，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。我来了，我来，应该可以直接抬掉。哇，没抬到，可以把他。哇塞，血那么多啊！那个血都那么多，收掉，收掉！哇塞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！谢谢赞，谢谢赞。其实我现在只是在乱玩而已，第一场随便玩一下，想要开车绕场都不行。哇塞，等一下，这个物资是不是有点太齐全了、啊？这个玩家。手榴弹凝胶一堆、欸，我拿14颗凝胶怎样？太扯！刚刚是有台车哦、喔，等一下有个尸体包，刚才跑车。哇，等一下，冲锋枪子弹太少，我们先丢一些装备。冲锋枪子弹呢？捡不下，太多，捡太多凝胶了。丢一下。啊，有收圈了，可恶。没关系，我刚刚看一台跑车，我补包应该够吧？补包应该够。嗯，哇，这边过得去吗？这边过得去吗？欸、可以可以可以，过来了过来了。哇，没有车身，好不习惯哦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圈非常的堵啊，剩两个敌人呢、欸，随便乱玩。哇，没车身，欸、没车身应该可以暗杀吧？应该不会只有我遇到没车身吧？如果是只有我没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个枪点在圈外面在打？看错了吗？剩两个敌人，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开车撞死敌人，然后吃鸡好了。哇，这边掩体很多哎、欸，不知道会躲里面。现在这个车身完全不见了，超级诡异的 bug， 声音被吃掉了。我等一下可能再玩一场，看可不可以再测一下其他车是不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快点！看会偷撞他，看会偷撞他，跟他玩一下。拜拜 ，Go！ 哇，完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他是不是听得到车声啊？是我听不到是不是？开车听不到车声是不是？哇，不要啊！海车要爆了，完蛋了！这个很准，这个很准。哇，怎么那么准啊？车子直接要爆哎、欸！还好我的科技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这台怪卡也爆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不知道我们多的车子。我猜是。开车的人车身不见，然后其他人没有在，就是没有开车的人可以听到车身。哎、欸，有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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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爆掉的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玩一下铁车流，太久没玩铁车流了。我看换一台会比较好。一样没车身哎、欸，一样没车身，这阿尔派地图是什么 bug 啊？车身直接被吃掉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跟他们玩一下，输了没关系，我只想要玩一下铁车流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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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直接绕过去，切西瓜，没看到人，剩两个。哇，这个地图最后缩圈区，这个圈区听起来有点像百慕达那个工厂那一块啊，那个哎、欸，靠敌了，他们一定听得到我的车声啦，他们没有偷袭哎、欸，我发现这个车声不见，可是他们应该是听得到的，不然就是看得到那个开车的那个左上角地图的显示。撞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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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恶！撞不到人，好不甘心哦！我车爆之前，我一定要撞一个看看，再撞一个，再撞一个。啊！没撞到！我在打他们打架，兄弟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。哇！可恶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铁车流，铁车流！哎、欸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！
哇，这个撞不到啦，他现在有警觉心了。他吃五包，哇塞，没抬到。我今天手感超烂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哇，还来，炸死你，说拜拜。没死，是怎样？今天怎么打？今天大家的血怎么那么多啊？哇哇哇哇哇哇！法拉也多，也蛮多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兄弟兄弟，冷静啊！哇塞，没架好，还好我凝胶够多，刚刚杀了人一堆凝胶啊，还好我有下来杀敌，不然我就没凝胶完了。强点强点强点，剩一个单挑啦，杀死他！又跑掉了，他超会躲哎、欸，没凝胶了。超人，拜拜！啊，吃鸡了，我在玩开车。好啦，我觉得这个 bug 有点夸张，就是开车声音不见，然后可是敌人好像听得到，就是我们开车没有这个声音，其实在开车感觉是很怪的，超奇怪，就是没有车声，然后你会觉得游戏音坏掉了。好啦 ，OK 啊，忍者四杀。结束。好的，今天就玩一下阿尔派地图啊。这张地图大小感觉上应该跟百慕达差不多哦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了没有。然后我觉得你们如果要跑圈觉得太远，可以试试看就是开车啊。大家上一讲开车移动是比较快的。然后只是说它车身坏掉。然后如果你们遇到什么 bug，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啊。然后这边我试一下开房模式是不是可以开阿尔派。好，经典模式这边有吗？那开房模式我们来看一下。可以开欸，睡哦，太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观众场见啊，阿尔派可以开观众场，太好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啦，之后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开阿尔派地图来玩一下。然后看起来好像我还是有物资箱，所以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玩一些特殊模式。不过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开房来熟悉一下这张地图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呢，就是这张地图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 bug 啊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。那我目前玩的感觉是觉得地图比较不熟悉啊，然后有点大，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刚那个车身 bug 有点吓到我。对啊，大致上这样。好啦，那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在影片观看，喜欢指定我的来通知你当后面有一接到 FIFA 攻略的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频道。最后我就去 IG 粉丝团搜寻我不喝拿铁就可以找我了。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